第一集的餵食遊戲，我 Christy 帶著幾位外籍人士在香港去到不同的餐廳鬥食鬥玩，不同大份量的嘢食。今次仲帶大家嚟到出名多大胃王餐廳的日本，而我就揀了沖繩，因為呢度有十幾個美軍基地，淨係美軍都有成兩萬幾三萬人啊，直頭係隨街都會撞到美軍啊！而我就係會喺條街度隨街揾人做我嘅鬥食挑戰者。超大碗的日本拉麵啦！日本大胃王小林尊都嚟过呢度斗食的热狗店啦，对住睇下边个快啲啊嘛！净系冲绳先有的限定 fusion 墨西哥 taco rice， 同埋美军榄球员斗食超超超超辣的鸡翼。inappropriate bad words。有食超巨型的汉堡包塔啦，佢系两啖。一半已經塞咗個牛排入個口度噶咯，仲有好大兜同埋好辣嘅印度咖喱，1000g 鐵板牛排等等，巴布你睇都覺得飽啊！點啊？不過嚟到沖繩，除咗食大份量嘅嘢食之外，又點少得介紹下佢哋其他美食同埋酒吧呢 ？Christy 宵夜直擊採訪，第一味餸就係呢一隻非常之新鮮嘅魚生小船。試下係咩味先？日本人好中意長條長條蟹，我哋用姜啦。